排骨、香肠、后腿、五花肉，这是小雅自己养的猪啊，小雅自己养的猪。你走了噻？啊？你走了噻？现在不回来了吗？在那边不回来了。来，直播间2000位哥姐们，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2000多位哥姐们来，没第一次来我直播间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点了关注的哥姐们一起点点赞，好不好？我以为你不在，才怕饿得到我。难道你没饿吗？我饿了吗？但凡你没饿，你会吃这个吗？傻子，你跟我说。你以前你会吃这个吗？以前小雅在家给你做饭的时候，你会吃这个吗？会吃啊。你会吃，你会吃个屁！不会吃吗？这个很甜，这个自己种。他今天晚上是饿的不行了、啊。叫小雅给我一块啊！我不用啊，不要。他现在今天饿的不行了、啊，现在自己懒啊，平时太懒了，不做饭，现在饿了就只有吃这个红薯啊。啊，好甜啊，这个红薯真的很甜。对，这个有这个吃就不错了，他这种人有这个吃的不错了。牙好烫。有这个吃的不错了。可以吗？你看吃的挺香的。你应该趴着吃嘛，傻子。你笑什么笑啊？行不行？老子气不能打你，都是怪声音。你笑什么呀，哥姐们，你们觉得傻子是不是应该趴着吃？是的，打个是，不是打个不是。啊，好香啊！好玩的是吧，傻子？下次这个桃胶其实很香。你们觉得傻子是不是趴着吃？是的，打个是。是的，打个是。来，哥姐们，傻子应该趴着吃的，干嘛？很香啊！你要放点别的东西啊。什么红枣、枸杞这些啊？关你屁事！丁哥，你不懂，在广东几块钱一斤？什么东西几块钱一斤啊？红薯。这个吗？这个几块钱一斤吗？这个东西几块钱一斤吗？这个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种的。啊，自己种的，这个在这边，在这边不，它不怎么值钱哈、啊，不怎么值钱。不怎么值钱，他们喂猪的，拿给猪吃的。我以为嫂子今天要帮我喂猪呢。你觉得他会帮你喂猪？他喂他自己他都喂不了，他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，然后所以说才吃这个红薯。平时哎呀，小小你给我弄点猪脚嘛，我想吃猪脚，我想吃辣猪脚。关屁事啊，关你屁事，我就说你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，哎呀，去吃大餐了，回来在这里幸灾乐祸。我们吃的火锅，晚上我们吃的火锅。你们两个高兴得很。晚上我喊你吃什么？我稀饭吗？可以吗？我觉得你还是饿不到你嘛，你还是知道早吃的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滚开！我为什么要走开呀、啊？不要扎动我！我为什么？煮好了。好了吗？加一点蜂蜜。你要加还要，他还要加蜂蜜，哥姐们，他嫂子说还要加蜂蜜，你怎么这么懂吃的啊？压这么一大盆。不会说话把别人惹生气了，我就喜欢把嫂子惹生气，哥姐们也喜欢看他生气，他还加蜂蜜，他还要加蜂蜜，你会享受吗？弄点蜂蜜。还弄点蜂蜜啊？有蜂蜜吗？啊？嗨，不要拍这里面。不要拍里面，他让我不要拍他，跟嫂子关系搞好一点。他这种人我跟他好不了哈，我跟他好不了，我跟他好不了。那你就滚嘛，谁让你来的？你们两个吃大餐吃了哦，在这里幸灾乐祸。没有幸灾乐祸啊，没有乐祸。我吃红薯怎么了？啊？我吃红薯怎么了？没怎么、啊，我说你饿不了，你自己嘛，小雅没在，你也可以嘛。谁说我饿了？我这么大个人，我还能饿肚子吗？对啊，所以说证明说小雅她没在你也可以嘛，那证明小雅可以出去上班了嘛。你去呀，谁不是我不让你去。哎呦，不得了，嫂子人气高啊，嫂子人气高。来，哥姐们，第一次来我直播间了，没点关注点波关注好不好？点波关注，我加点蜂蜜。点波关注，点点赞吧，还加点蜂蜜啊，你看能看到没有，他加蜂蜜啊。哎呦，我这一锅看到没？哎呦，还爽不爽？还能啊？爽不爽？这个味香吧。桃胶血液好了弄的，哎呀，还吃蜂蜜哦。嗯，啊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，
现在他是饿了，哥姐们不了解他的人都觉得嫂子怎么样，能我跟你们说他是饿了才吃这个东西，不饿他不会吃的，不饿他才不会吃的。嗯哼，啊，你喝不喝？来嘛，你给我喝嘛，你给我喝一口试一下嘛，嫂子你给我喝一口嘛。我这是蜂蜜水。蜂蜜水你给我喝一口嘛。我喝一口嘛。那个桃胶雪燕你不能吃。我不吃你的这个桃胶雪燕，我喝一口这个，我喝一口的蜂蜜嘛。他碗里不是蜂蜜吗？桃胶雪燕，哇，桃胶雪燕加的里面。哦，里面是桃胶雪燕啊，那你给我喝一口嘛，好不好？哥姐们，要不要让嫂子给我喝一口？要的打个要。哥姐们，要不要让嫂子给我喝一口？要的打个要，不要打个不要，好不好？直播间2400位哥姐们，你嫂子长得好看，你们觉得她长得好看吗？本来就好看。他长得好看吗？这叫好看吗？我要真丑，真难看。你要吃吗？我不吃。你给我吗？你给我就吃。你可以吃这个。啊？把一些拿来放起来。我吃一个这个，我吃一个这个。这个很甜的，这个红薯，这个很甜，这一种，我吃了4个了。是不是很甜？哎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哥姐们，这个真的好吃，这就像吃什么？你们知道吃什么感觉吗？就像吃那个，对，那个就是煮过的那种板栗一样，特别特别好吃。喂猪的，我知道是喂猪的，我知道是喂猪的，但特别好吃，好甜啊。好吃啊，这真好吃，这真好吃，你们想吃吗？哥你们想不想吃？想吃让小给你们寄一点好吧。寄个屁寄。啊，让小给你们寄一点好吧。啊，请你喝。你让我喝一口嘛。桃胶雪燕。让我喝一口嘛。加蜂蜜水。然后我说这放着，你给我喝一口吧。这碗是没喝过的，你尝一下，我做的。嫂子看起来不坏啊，她确实不坏。你放了些什么东西啊？我加了蜂蜜。脆。嗯哼。哥姐们。小时候吃这个，什么听到没？小兄弟，来，哥姐们一起点点赞，好不好？点点赞，好不好？哥姐们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带着小小出去吃饭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你以后再也不要打我们家这些什么腊肉啊这些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拿你们家东西啊。不要老是让他去把这些东西给卖了。你好好说话行不行？我什么时候拿你家东西了啊？因为端午节那个中秋节了，我们自己家要送礼。我什么时候拿你家东西了呀？啊？我什么时候拿你家东西了呀？你在那里煽风点火的。我什么时候煽风点火了呀？本来就是嘛。你说什么意思吗？我没听懂。你说我拿你家什么东西了呀？我的意思就是你家里面这些东西不多了，不要弄着他，让他老是去卖，跟我反着干。人家小小自己养的，他想卖点钱，那还难道有错吗？在农村不就是做这些吗？农村不就是养点猪卖吗？还不让他卖？我吃过那个香肠排骨。什么东西啊？香肠排骨没吃过。就是那个，我只吃过香肠，要不就是排骨。不是香肠，是那种香肠里面装的排骨，装的那种小排骨。对，这个谁吃过呀？哥姐，你们吃过吗？没人吃过。那香肠的排香肠排骨。但是不多，那只有应该只有几斤。嫂子生气了，她没生气啊，她今天晚上表现还可以嘛？嫂子今晚不是懒得跟你们生气。你看又来了。我觉得他懒得跟你们生气，他又来了。我现在我看到你们，我要是生气的话，我就觉得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他说他懒得跟你们生气，不想跟你们生气。他说跟你们生气，他对不起他自己。
马上来了，他又要来了，又要发火了，你们要注意哦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只要你不以后带着他不会做饭，怎么样这些？怎么样嘛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说还好，嫂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人你不说还好，你说的话我还真把这些腊肉全部给他卖了，你信吗？还有刚刚你现在吃那些天麻，我也全部给你卖了。你滚！我全部给你找人给你买了。你滚！我去哪里啊？啊？你往这里面走干嘛？我来这里啊。我爸还没说话。你想往哪儿走往哪儿走，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。既然你这人，我好好跟你说话，你以为我真的很好？排骨多少钱一斤啊？排骨外面卖的很贵的，然后什么五花肉之前外面卖八，你管它多少钱一斤，给你有什么卖八卖七八十一斤，然后小脚还是你不要乱说，卖的是五六十一斤吧？我跟 你说我说了怎么了？不卖的这些东西，还有那个，你刚刚把我东西射了他了，他刚故意把那个勺子往嘴巴里面舔，我的东西，勺子是你的喽。是你的吗？我以为你不回来了。哎呀，半夜这儿了，天都黑了，还是下得回了。你回干噻？你可不可以不要来了？哎呀，走的时候走那么提子来，你到人家跑。我跟你说，我带你去吃饭。哦，怕得到那。我今天没有说不带你哈。我滚！我没有说不带你哈，是哥哥姐们他们让不要带你，卖给你啊。就是要生气。他生气了。我的东西还在那边，丁哥。在哪里啊？你拿过来嘛，拿过来嘛，拿过来嘛。什么卖给你啊？皮，把皮给你。那些山货不是你的啊！哥姐们，来新进直播间第一次来，我直接没点关注了，来点波关注好吧？点这里点波关注好吧？没点关注点波关注，一起点点赞嘛，点点赞嘛，哥姐们，想要香肠啊，香肠腊肉啊，有多少想要香肠腊肉的嘛？把这拿过来，把这拿过来，拿放，来来，你走开。谁想要就能要吗？你拿开，你拿开。谁想要就能要？这不是你的，是小小的呀。我不想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你的智商……哎，哥姐们，你们觉得是小小的还是嫂子？你智商有问题，我不想跟你说。是我智商问题，你们觉得是小小的还是嫂子的啊？香肠那天还是卖了多少啊？你卖给哥姐们的卖是六十多吧？69块钱。六十多。六十多。不要照着我烦了，一天到晚在这里都……嫂子的，小小的。都是拿这个手机照个屁啊！照我看着就烦。是我看着我就烦。走啊！上车你去，你谁钱要啊？谁那么土豪？这个北方语音乐，我不信。全要，我家十几头猪，你小，你买得起这么多吗？他说他家有十几头猪啊，说你买得起吗？问你。啊。来，哥姐们，来支持小小的打两个的支持好吧？支持我小小打两个。吹牛皮，不要！傻子，我跟你说，你给我说话温柔点啊！吹牛皮，你给我说话温柔点。你下面我等一下把山货全部给你卖了，那些腊肉这些，你信吗？你信不信？我就问你，你信不信？你敢？我不敢吗？哥姐们，你们说我敢不敢？不敢，我把这些山货和腊肉全部给他卖了，你们说我敢不敢？你不敢。我不敢是吧？是不敢。好，哥姐们，来这些腊肉，这些山货你们要不要？想要的打个响。不想要。想要打个响字。想要打个响子，他还说我不敢，你看我敢不敢？你敢吗？我就敢，我跟你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，我跟谁我都可以软气，跟你我绝对不可以。想要打个响子，哥姐们想要打个响子来。他说我不敢，对不对？说我不敢，你看我敢不敢？我就把这些小小自己养的那些土猪肉。那些腊肉自己熏的，那些收的山货，那山里面找的这种山货土货，我就全部给他卖了。我还不敢，你看我敢不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还说我不敢？你真的来想，你这样。我吃了四个红薯。你吃了四个红薯，然后呢？喝了两碗那个雪燕桃胶。吃饱了吗？饱了，太撑了。吃饱了吗？拿给我，不用，你把这个打。吃饱了吗？喝一杯，拿壶碟。还喝一杯蓝蝴蝶啊，真懂啊！我觉得啥子你是真懂。这些我别人不同意怎么样，不能卖别人东西的。小小吃小小的，小小的，这全是小小的，小小同意就可以了，还需要他同意吗？又不是他的，又不是这个人的，这个人什么都不做，好吃懒做的。我
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这么说我。现在今天我想了一天我才想明白。你怎么明白了吗？都是因为你。什么叫因为我？就因为你在那里把我描述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是描述吗？他们看得到的。他们看到个屁，看到。他们看得到的还需要。你把我描述这样，所以所有人都在那里说我。他们看得到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现在终于想起来了。还想起来了，我描述吗？哥姐们，是我描述的吗？还是你们看到的？我觉得你这个人啊，你这个人，你这个骨子里面啊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哥姐们，是你们看出来的，还是我说的？啊？还怪我嘞？他还说是我嘞？哎呦，还说是我描述的，意思我，他的意思我在黑他还是？哎呦，他这个人，都是看出来的，他平时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哥姐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我平时怎么样了吗？你平时你不就像你现在这样子吗？还是我描述，还是我说你？我需要说你吗？对不对？我还今天弄了两个。来，第一次到我直播间了，没点关注，来点波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哥姐们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弄了两个鸡蛋，被我弄到这个地上去。什么？今天弄两个鸡蛋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们上一点东西。哥姐们，那个鸡蛋我不会弄，然后一下子就全部都摔到这个地上。你说你是多笨嘛，把鸡蛋都弄到这里了，还想吃鸡蛋，把鸡蛋弄到地上了。都是土鸡蛋。啊？都是我的土鸡蛋。土鸡蛋啊？嗯。那肯定是土鸡蛋啊。什么都是你的。小嫂子想要小小帮她煮饭，帮她喂猪，像个对对对对，她就是这样子的，她就这样子的。他就这样子的，他就是想啥，然后小小一直在伺候他，小小一直在伺候他。来，哥姐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他又想小小，然后就是说怎么伺候他，帮他洗衣服、做饭，什么的活都帮他干，对不对？腊肉那天卖完了吗？那卖完了还哪里还有这么多？小小养了十多头猪，他那边有个专门熏肉的房子，每天都在熏，他十多头猪，用青钢木百香枝熏着呢。因为我家里面十多头猪，马上过年的话要的，他哥呢？那些他哥在外面，人要的更多。十多头猪他们在熏，每天都有熏好的。对，还有专门。我觉得猪肉好吃哎，嫂子，你到底要吃啥子哦？嫂子今天晚上表现还可以，我要干嘛？你刚才说我不敢把这些腊肉、这些山货给你卖了吗？你不是说我不敢吗？啊？你现在你给我认个错，我不帮你卖了。你给我认个错。我给你认错。啊？你给我认个错。我给你认啥子错？你说你错了，你不应该刚刚那样说。你这儿站得多的啦？你管我站哪里啊？你这站这地要是辣椒的啦，你给我认个错，我就不帮你把它卖了。你要不认错，你说话，你给小小认个错嘛，给小小认个错。你说话，说你不把伤到你舌头啊。你给小小认个错嘛，我就不帮你卖了。我给他认错。对啊，我敢认啥错啊？你以前不应该像那样子对他嘛。我要怎么样对他嘛？啊？我要怎么样对他？你说。你好好对他嘛，以后。我怎么好嘛？我怎样才算好嘛？你好好对他嘛，好好对他，我就不帮你买了卖了，不帮你这些腊肉啊，这些山货这些卖了。你可以滚了。来，哥姐们，你这样子说话是吧？哥姐们，来，这些腊肉，这些山货你们要不要？你们要不要？我今天就把这些卖给你们。我小小，小小，你同意的吧？啊，可以，丁哥。这些鹿茸菌晒得很干的，还有这些腊肉、香肠，你干嘛？这是我要明天我自己拿回去。你要干嘛？你拿出来，还有这些。你们看这个腊肉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熏的好不好？这些排骨这些熏的好不好？哥姐们，熏的好不好？哥姐们，是不是特别好？好不好？关你什么事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来，小把那个支架拿过来。拜拜。你不要拿它的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哥姐们想不想要？想要打个想要。想要打个想。好不好？拜拜。想要打个响字，想要打个响字，你要干嘛啊？你把那些拿回来，你把那些，你把小小的三个还给他，听到没有？你把这些三个还给他，你发不发哦？
人家小小的这些东西。你烦不？你想拿他的东西，你觉得在我面前可能吗？可能吗？不管多少米，你全部都要了，不能这样子啊，不能这样子，不能这样子哈、啊。